墨西哥现在干的钱。这个男，他这个男孩是广东人，我靠，哎，广东人，听他讲话报的价格，我根本别说，哎，他什么也不懂，这不是拿刀，哎，两铺的，他拿样子过来，我说行，价格太高了啊。结果第二天，我这个货又到拉到量，怎么路上比我，我一听我价格就来了，因为我也在打折。